加拿大國際電視台的觀眾大家好，我是陳國智，加拿大安大略省國際貿易廳的廳長。過年了，我們又要過這個農曆新年，今年是狗年，我這裡呢恭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小孩子的當然是快高長大，做生意的一定要財源廣進，萬事勝意，狗年就旺旺旺，即是什麼呢？旺旺旺，多謝。